真的没有不舒服？真的没有骗你，不信可以问托马斯教授。我替你吧。好好照顾他。用你说。我们回去了，你路上注意安全。拜拜。拜拜。你是不是为了求婚准备了很久？才不是。哎，你走慢点，这样不就快了？那你抱稳了。我背你啊。要不我们打车回去吧？不行。我不怕，有你在，是我最强大的安定剂。磕到真 CP 了。喂，你现在啊，到时代酒店来，张总的儿子想见见你。我不去。你要是不来，明天我就跟你断绝关系。行，我去，你别后悔。好狗不挡道。子辉，咱们别冷战了行不行？你要是还生气就直接给我一拳吧。谁跟你冷战了？我们这是真分手。我爸还有我新男朋友在时代酒店等我呢，别烦我。泼人家小张总一身酒，就想走啊？那种人渣，不泼留着过年啊？你现在马上回去，跪在小张总面前给我道歉。柳大海，我是你亲闺女，你能不能长点心，要点脸？你。你抖什么？让小张总看上，那是你的福气，没用的东西。
他现在有百万粉丝，独创品牌，经济独立，没用。你说谁呢？你谁呀？我教育我的女儿，滚开！我是她男朋友。男朋友？刘子慧，行啊，学会傍大款了是吧？不好意思，不是他傍我，是我傍他。为了追赶他的步伐，我这才勉强考上了清华研究生。努力追赶他的步伐。以后有什么事，找我，别再骚扰他。我们走。下来，刘子辉，刘子辉，可以，演技不错。你真觉得我是演的？就你，化学36，清华，你不是学渣吗？我文科几乎满分。我全校第3，考进明显的。这车你借的吧？别给人弄脏了。还真就是我的车，有图，有真相。你就是传说中的豪门本豪啊！要不是为了追你啊，我还真就不愿意开这车出来。以后我会用我自己的努力给你一个温暖的家，永远不要分开，一辈子在一起，尊重你，爱护你，珍惜你。我承认